你现在是来威胁我的吗？是警告。有个记者对我的事很感兴趣。那言现在要去见记者了，他说连星星的事都会一起说出来。妈会挡下的，你打算找到他封他的口吗？那言他现在人在哪里？对吧？不可以，李那言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。你是来当星星的新妈妈吗？你们那一家人跟星星才是完全的陌生人，不是吗？你到底是谁啊？请锁定《天上的约定》，由丁一名店天渠冬菇粽冠名赞助。